由淡水乡公所主办的第六届环保杯球类竞赛，在室外篮球场进行的篮球比赛。虽然天气真冷，但是选手无减比赛热情，卖力竞争，希望夺取好成绩。啊，怎样办呢？啊，很冷，很冷。很冷哦。那看你们为他们加油。有配合。对，晋级哦。对。你们去年有来吗？去年也有啊。啊，有得名吗？有第一名。啊，去年第一名哦。对。啊，今年呢有没有想要争卫冕？有。另外，伫室内咧，当嘛同时举行羽球比赛，来自全国十二乡镇的队伍踊跃参加。因为比赛水准真高，精彩程度无输全国性的大型比赛，所以只要选手有杰出的表现的时阵，场边观赛民众拢会欢呼表示鼓励。比现运参加的队伍搁较侪，所以呢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来参加这个比赛呢，我想呢，对着环保的推广呢，有真大的帮助啊。已经连续举办六年的环保杯球类竞赛，往年有篮球、羽球、老人堆球三项，今年因个缩小规模。今年吹球赛呢，因为经费较无够呢，所以今年都项目干阿剩即个三对三的斗牛赛，佮羽球赛。因为兼顾推动环保观念以及全民运动的活动，非常的有意义。同时，乡长陈志扬表示，每年努力来争取经费，予佫较侪运动项目提供民众来参与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